38岁的女星张柏芝早前传出在养和医院诞下第三胎，今日她亲政喜讯。其工作室微博亦透露，柏芝已于11月诞下第三子。对此，有媒体联络到谢霆锋经纪人，霆锋透过经纪人表示没有回应。回顾张柏芝传出生子消息的那一天，谢霆锋正在香港出席活动，当时霆锋也有微笑点头称不说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